让美德赢台湾，让曾文萱可以进到国会。选战倒数九天，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一早挺进苗栗，与赖清德分进合集，助攻立委候选人曾文萱。萧美琴让曾文萱，我们双双可以胜选，让年轻无畏、勇敢改变的曾文萱可以进到国会，为苗栗持续来发声。沿路见到民众，萧美琴都热情挥手打招呼，笑得好开心。而下一秒，萧美琴也赶场助攻同样力拼苗栗立委的康世明，倾尽全力拉抬小鸡。另一头蓝白阵营也不遑多让，拜谢拜谢，拜托你啊，谢谢啊。一号，钟小平一号。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一早则是陪同钟小平和摊商一一握手刮干净，紧接着在赶场文化界后援会争取支持。不是只有蓝白希望集中，蓝营也要集中啊，选票通通要集中才可以啊。而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怡则是再度指导高雄大车扫。谢谢。一号蔡启正阿妈，好，谢谢阿伯。与交杂，努力拉近与南部乡亲距离。倒数关键时刻，蓝绿白副手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催出更多选票。三立新闻由嘉伟、简若雨采访报道。